费姐妹。大家好，我们是塔比奇，我是李海丽，我是张云整。就大家都常是台湾啊，就是有很多人说他们是铁肺姐妹，然后他们平常怎么保养自己的妆容，然后另外他们就是美貌也很出名，要怎么保养自己的美貌？대만에서는두분에게도반짝이보였어요최강해활량이라고해활량해활량이저희10년동안처음들어봐요한국의최강만약에직역을하자면은철룸맞는폐예요근데이게최강폐활량이라는뜻이에요아정말요네평상시에목관리는어떻게하시는지궁금하고요또한가지는두분은또외모도또출중하시는데외모관리는또어떻게하시는지일단목은잠많이자고물많이먹고목따뜻하게해주고그게제일좋은것같아요목관리폐활량이라고도뭔가연관이있는것같은데운동을열심히하면자연적으로외모될것같아요최강폐활량을유지할수있어요처음들어봤는데철폐자매라고되어있어요그뭐예요그게바로철폐자매豆浆讲的铁肺姐妹铁肺姐妹铁肺姐妹啊자매姐妹铁肺姐妹铁肺姐妹我删除요거쓰시면안돼요진짜진짜얼굴같지않습니까안돼안돼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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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내무탕아내무탕아내무탕요새유행어예요이게아내무탕아내무탕아내무탕